今天陈子龙，你们可以去。既然龙子龙，那就是海里和塘里面的区别。我进去。不是说你是自来水？这也可以。哈哈，这位老王爷的粉丝，感谢您。妈呀！我吃不完，我分你吃两个。你们谁来分析一下？嘿嘿，我不来呀，我不来。那我来就我来，你菜呀不菜，里面没肉呀我不爱，辣椒啊加辣椒，一颗也太少，小虾米呀、啊、小虾米，小的虾米必有大的，你确定不能改？我改了就是你小孩，大虾呀大虾虾，你羡不羡慕？这个我经常吃，从不羡慕。硬干锤，我有肉，我有肉，看我对，没菜呀，没菜，上来，他们是喜欢的上来，先是不管，他自己玩。老表今天洗碗喽，怎么样？想到什么吃什么，变什么？喂喂！咦，怎么就一个破鸡蛋？现在的年轻人没到过苦日子。你这种以长辈的口吻跟我说话，让我很不舒服。压了吧，你下水。我下不下水要你批准。这么小，这是你爸爸。
我是哪些？肯定当鬼了吧？李先生，哼哼。今天好点拍啊？好的。这几个影一点都不把导演放眼里。进来不？你切这么快啊？好的。看我干啥？有点吓人。看着你们吃，我也很想吃呀。你拍就拍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我看你咋地？有种打我傻！拍吧！不要我拍，你是想喝西北吗？要不你也来收点，你们都快吃完了，吃拉倒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我洗碗了。我就要看看到底你们谁洗碗。从局势上看，南瓜这个碗洗净了。慢点，我等你。你这速度，我算是服了。吃完，吃老表，都吃不饱。你今天咋不叫开撕？开撕。啊？第二关根本过不去，还有第二关。